有兔子啊。对啊，这是俺妈讲过没嘞。兔子，你选一个吧，看你想涂哪一个。嗯，那我就涂这个俏丽公主吧。滚，那我就涂这个明星公主。哇，这都好漂亮啊，我都不知道涂哪一个好。那你就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公主涂上色。我涂这个。小丽，你这个明星公主真好看，我涂这个俏丽公主了。那咱开始吧。小丽，桃子，你俩在干嘛呢？俺在给公主涂色嘞。你看我这个是明星公主。对，你看看我都叫脸涂好了。哇，太好看了吧，我也想涂。你会不会啊，东东？我会，这个叫古典公主吗？对，你选一个吧。选一个，我看看吧。哇，这也太漂亮了吧。公主当然都漂亮了，再一会儿你把叫公主涂毁了，涂难看了。放心吧。哎，要不咱比比看这画的好看吧。滚。肯定是我。嗯，有这个颜色。真好看，这个黄色头发。呀，东东，你咋涂的全部都是黑色呀？真嘞，黑不愣登嘞，叫你涂嘞。你们都不懂嘞，我这叫黑色公主。别人的公主都是彩色的，越彩越好看。我还头一次听说这个黑色公主的。等我涂好了你就知道了。那俺该涂吧。乖，我喜欢黄色，我给她涂一个黄色的裙子。小丽，你的黄金最好看嘞。但是你没我的头发好看。嗯。东东，你咋要的头上的花呀都涂成一个色嘞？你不懂的，这好看。别人给你画吧，我都快画好了。乖。咱一次画好了，叫你先看看我的明星公主吧。看我的俏丽公主也画好了。嘿，还是我的彩虹公主最漂亮。呀，好了一个公主，你看叫你画成老五了，难看。啥？你敢说我的难看？我跟你说，你哪能难看的？俺俩的好看。对，你的最难看。你哪能看？你的难看。你的难看。要不咱俩比比？滚！这次肯定是我最好看。你的肯定最难看。